来干一杯。你好，我是干杯社长寿吉。今天我要请到一个特别来宾，我们干杯集团的财务部长雷先生。大家好，好，自己鼓掌一下，自己鼓掌。大家好，我是瑞，请多指教。那呢，雷，你自我介绍之前，我们来干一杯吧。啊，老板，你突破了，之前的影片都没有先干一杯。哦，对，今天特别，一二三，干杯！干一杯！好，那就累。老板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干杯集团的采购Ray，从社长开始有 YouTube 之后，介绍的牛肉都是我经手采购进来的。为什么会来上这个节目？因为我非常想要来干一杯，所以从第一集到现在，每天我都打电话给社长的秘书，说我要来干一杯。今天终于来了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那你怎么会来干杯？跟 Masa 长回答的一样，我特别喜欢吃牛肉。然后第一次看到寿喜厂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爱上他，爱上他，爱上他。可不可以先帮我加一点酒？谢谢谢谢。你担任牛肉采购多几年？我担任牛肉采购两年，但是呢，其中一年是都在日本，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日铁物产。那一年就是在那边公司上班嘛，对不对？日铁物产里面有很多的牛肉的 professional， 对不对？是，这个牛肉产业很庞大，然后在日铁物产里面，几乎所有人都是业务，也让我学习到牛肉买卖的这一块。所以呢，今天也是Ray也是一个牛肉的专家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火根。Ray 推荐盲测牛肉的部分，那就今天的肉这些，我们的这一侧就是我们的牛五花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一侧呢，就是我们的巨骨牛小白，牛小白的部分。这个我呢，可能是需要解释。你们那常常有听过那牛五花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牛五花 ？OK， 牛五花日文叫做カルビ。カルビ这个词的来源是好像是我知道。老板，你社长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考我一下？因为今天毕竟是竞赛，接下来换我问你问题，你先问我问题吧。好，我继续好了哈。好，カルビ这个词是呢，好像是韩文的小排的意思。小排。但是呢，我们日文的カルビ的定义基本上是有两个。第一个是比较丰富的油脂，第一个，第二点吃起来比较，那个叫什么？有咬劲啊？对对，这个有咬劲，对。那这个叫做カルビ。所以呢，也可以这么说，牛五花カルビ是不是部位？这是一个概念就对了。好，再来去骨牛小白就是部位。今天我们这边是干杯的牛五花，上等牛五花、泰选牛五花有三种。今天的话，今天我们要试试看盲测嘛，那完全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对，我们来比拼一下。两位准备好了？好了，准备第一块哦。怎么这么尊贵，还有人喂食？小心。下一个。下一个，好，社长已经心里有答案喽。Ray 哥 OK 吗？卡路比。第二块。第三块喽。好的。Yakiniku。那我们现在两位都可以把眼罩拿起来了。现在你的前面呢有一个小白板，请写下你刚刚吃的顺序。我非常的有信心。你非常有信心。OK， 好。相当好，相当好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很一样。平分秋色。OK， 还没有答案。不一定，我们是错的。第一阶段牛五花的部分，恭喜两位都答对了。耶耶耶耶！
这一杯。所以呢，所以就是，哎，加减加减不一样，有理由就对了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 Part Two， 接下来是我们是来准备日本和牛、澳洲和牛，再来是美国 Prime 等级的屈骨牛小白，这是一个部位。好，屈骨牛小白可能是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算是一个烧烤界，也是算是最珍贵、最高级的部位。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这个完全没问题。所以呢，刚刚是牛五花，是呢，是一个概念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同一个部位，屈骨牛小白。好，我们盲测试试看。好，那准备。好来，准备喽，第一块。嗨嗨，紧张嘴啊！太容易了。来，啊，紧。啊嗯，老板，这种节目我可以多上吗？哎，怎么没有声音跟没有画面？好，来啊！嗯，第二个跟第三个，哇，有点混淆了。Yakiniku 对啤酒真是太好吃了。第二个跟第三个有点难，所以呢，觉得呢，不要太简单，太简单了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两个人打不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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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样。老板，你在做效果吗？嗯，你在做效果吗？哎，他，拜托，拜托，让我对，让我对，让我对。惩罚先放在中间。好。等一下就会知道谁要喝酒，谁喝苦茶。好的，那今天最后的赢家是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是吧？放的。耶！太容易了。怎么可能？完完全全答对，没有一个任何一个错。我觉得Soy桑就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老板，他知道我很喜欢干一杯，我的干需要苦茶的滋润。今天谢谢老板，老板，我这杯苦茶，这个可以做得了。我是略懂。然后寿长是超懂的程度，贵，整个程度有落差，谢谢老板，我就把这杯苦茶开开心心的喝完。对，今天介绍的盲测，大家还喜欢吗？想看寿长介绍更多烧肉，记得按赞订阅干杯下秀的频道，留言你想吃的烧肉。我是干杯上的寿吉，下次我们再来干杯。干杯，我是苦茶，好。浪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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